哎呀，我已经挖出来了。好多挖，就是地瓜干出哦。妈，这里好多个啊！哎呀，你不能用手刨，这样锄头挖，小心。啊，要锄头挖。我觉得手还更好刨嘞。又来一个了，手刨会手会痛哦。我要把这个挖出来，你看断掉了。不能用手挖，我这样锄头挖。 那哪里有水啊？我想洗洗吃喽。这里没有水哦。啊。要吃啊，是上面挖白地瓜，只有那个皮肤要可以吃了。好，那我去。嘿，长成这样。妈，我挖了这么多白地瓜。嗯，好吃吗？还不知道呢，我给你剥一个。 好吃的，好好，会不会吃的？会吃的好甜。小西啊，快点吃，吃完那个狼嘴那里装起来哦。 我来提。妈妈，你怎么那么快？我也快点。 浇这么多到旁边去，你的这种地瓜拿来做地瓜干会好，特别好吃啊！这火能好吃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比了。<笑>不知道蒸出来不干。你蒸的哪根甜？小面，这是这样子呀，会是这样。小面是这样子呀。 啊，这个好像好了哎，好了，拿去晒了，拿起来啊。